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ncent Lam， 我们今天来录 Minecraft。OK， 刚才有点浮夸了，的确。好了 ，Minecraft 0.15.6 手机版哈，那么这个是什么杰西吗？因为我玩电脑版的时候，我也是玩过 Story Mode 啦。然后这里有一大堆那些 Story Mode 的角色。我选这个是因为我之前玩 Story Mode 是用这个主角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？今天呢？算了，今天呢？我呢就要来给大家呢，就是玩一个原汁原味的生存了。生存啊，原汁原味的生存，从零基础开始。哇，真的是 Jesse 哦！哇，这个按钮那么小的吗？这个按钮这么小的吗？哇，孤岛哦，这里是，还是怎么样？声音大一点。哇，有羊，一大堆。羊肉，羊排呀，羊排呀，羊肉哦。Nice， 这样我们的食物就不用愁了。好，我们用木斧，效率高一些，更高一些效率。你这只死溜子，是不是吧 ？OK。等一下哈，这部分。我们迟一点呢，我们就会为大家就是说呢，录一个Minecraft Story Mode 的手机版，迟一点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就是说迟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咯，这样咯。我们要促进农业发展，树苗给它种回去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不要再挡住我吗？对呀，我要找一，我要找羊啊。羊。牛就看见了，这是不会动的吗？我会动哦，快一点哦，会动的哦，哇，这么多！还有，OK， 现在我们就不用愁没得睡觉啦。哇，这个是
哇，两颗长在一起了吗？哇，那我们先暂时搞一下我们的家园。哇，64+57呀！哇，构建一大辈子了。啊，那里有平原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家种在平原上面。记得开懒惰。咦，有马窝，稍后再说了。好，盖房子，等一下。Hello， 哎呀，刚刚被口水梗了一下。啊，那么我就是暂时就是初步的，就是轮廓一下我家，就是这边就是放床，然后还放箱子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门。上门就是说，就没什么力气呀、有点累，因为这就是有上门就是说工作室这样哦，工作室这样对，然后做几个咯，做几个箱子，箱子放在里面，里面放两个是工具类的。后面放一些就食物啊、杂项那些。OK。那咱们做一个搞高。太阳呢？哦，下去了，快点。进门口一点好一点吧。石头了，好了，赶紧回去吧。那么夕阳也就是落幕了哈。渐渐的暗淡了，天也是这样渐渐暗淡了哈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客厅这个都放在里面就好了。OK， 好，睡觉。又是充满恶意的一天。第一天应该是没有怪物了吧？应该是没有怪物的吧。那么我们就是收集了，昨天晚上就收集了九个这个哈，怎么说呢？9个石头，然后做了一个熔炉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是烧，啊，对，烧这个木炭。烧一些食物，补充一下这个啊体力，补充一下。哎，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呢，我们呢就是
做一下我们的这个啊装饰。这是什么用呢？嗯，就这样吧。压力板。啊，我们家的这个木头哈。缺少的很重要，一些木头现在哈，那么这个装饰是几乎就是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已经有了经验，吃个烤鸭，啊，好好吃，牛排放进去，救急拿这些什么鬼东西放进去。砍一点树，我们的木头哈，严重的不够，没有怪吧？我记得第一个晚上不会有怪吧？我是说的陆地上应该不会有怪，只有应该第一个晚上应该只有洞才有怪。挂掉了。木稿，我们要搞点石头出来。很快这里就被挖大了，挖大以后这里就变地下室了，你信不信？变地下室以后，嗯，木棒，石斧，我们啊，现在已经进入石器时代了，已经有石头的那些了哈，有石具了，已经开始。哦，那么一下呢？我之前录的那个 gas station， 就是那个加油站。其实呢，就是已经录完了，那个号一是写错了，应该是。那么之后呢，我会补上去，就是录一个号二，也就是烟蒂了。或者后还会录一个烟蒂的一集。然后这就是 Mason 这几个礼拜呀、啊，比较忙这样啊哈，因为啊家人。洗浆，所以呢，有一些，视频哈，就是很久才会录一次，啊，录一次哈。那么 Vincent 呢，也是抓紧时间啊，尽量快一点给各位啊带来新鲜的视频哈。我是也是尽力了，所以你看到我已经很久没有录了哈，很久没有录东西啦。哎，没办法的了，是。那么我呢，还这个时候呢，还会搞一个特辑，大
就是呢，如果呢，我呢破了10个订阅者，就是如果我有10个订阅呢，有10个订阅者呢，啊不要10个的，如果有5个订阅者呢，我呢就会的，就是做一个 TNT 的一个这个庆祝活动。好，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什么。还有什么呢？还要教大家这个啊电梯哈、啊，电梯呢也是我这个，不过电梯就是什么呢？电梯就是有10个人订阅我才会做的专辑哈、啊。那么5个订阅呢，我呢就会做啊，之前说的那个哈、啊、TNT 那个啊，感谢。感谢信哈，感谢各位啊，可以支持啊，我们这个支持 Vincent 做这个视频啊，我们呢就做一个特辑啊。南瓜，这有南瓜地。4个，这样就不怕啦，哈哈，这样就不怕啦，哈，这样我就不怕有怪打我了，这样晚上也不怕啦，不错啊，有南瓜所以是很好的事情。对，你看啊，他刚刚看到我了，他立马走了啊，我直接砍过他了，因为好。好，那么这次的时间呢也是差不多了。好，那么喜欢我的这个频道呢，就是可以啊，继续啊，怎么说呢？继续订阅或者跟踪我的这个视频，喜欢的就可以订阅，或者在。就是我呢，你们呢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啊，可以在影片的这个下方呢，就是呢给我留言啊，留言说哈，有一些比如说怎么说好呢？一些比如说问题啊，比如说5个订阅者。还有5个订阅者会做什么事情啊，然后怎么样啊，那些呢就是可以跟我说哈，那么就是可以用利用下方的回答呢告诉我你想问我些什么事情啊，你们可以告诉我，这样呢我一来呢就可以啊这个怎么说呢，就可以知道你们到底是关心什么事情啊，然后我呢也是会尽量抽空我的时间去看啊大家的评论啊，是这样吗？那么这一次呢也就到此为止，这次的影片也就到此为止了哈，那么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希望我的影片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哈，那么就是这样，好了，那么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，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